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请翻到80页，一起念：尽心尽力为社会为大众去造福，你真正积德修福，你的一切自然有佛菩萨照顾，有护法善神照顾，比你自己照顾周到得多。好，请相信我们今天供佛在天是感恩，只要你尽力的去利益众生，佛菩萨三宝意念诸天拥护，你的事情你都不要烦恼，你真的不要烦恼哦！我要什么钱，我要放生，我要盖寺庙，我要买车子，你都不要烦恼，因为佛菩萨照顾你很周到啊，什么事情都给你排好好，你只要尽心尽力为社会为大众去造福，那人家自然找你，免选举你就屌，对不对？你要做皇帝，你自然做皇帝。做皇帝只是让你去服务众生更好的方便，而不是执着那个皇帝的位置。所以我想佛教的基本就是要我们尽心尽力的去服务众生，服务世界，服务社会。活着就是，各位今天不管有高雄来嘉义来，为台南造福，我们来了。啊！回向所有坟墓区、所有屠宰场、所有老人院、所有医院、所有学校。今天这边是哪里？来，海事学校。愿所有学生不杀鱼啊，不钓鱼，坐的船是载人的轮船，而不是载那些去伤害那些。你要回向啊，所有他们过去所做的杀业，直接间接的杀业，功德回向给他们，消冤解结。你要为海事学校而尽力。啊，为整个台南而尽力，所以各位要去想，你要去想，这个叫开智慧。为众生想，你就会开智慧；为自己想，叫用尽心机，叫小聪明，令人讨厌。这人修肝哦，大家都会惊伊啊，因为小聪明。但是你很积极为众生想，自然显发智慧。那种智慧，别人很对你会相信，甚至皈依你哦。先为大家来清洗你。那你要有这种为众生叫悲心，去想叫智慧，那这样你真正在积德修福，那你的一切世间法自然有佛菩萨照顾，有护法善神照顾，比你自己照顾的更周到。这个下面念一下，不可思议啊，真是如此啊！那你要感觉哦，尽力就好。好，所以要把佛法现代化啊，平凡一看就懂，那我想让别人很容易去用。再来81页，想要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放下。放下是通往自由的路径，唯有放下所有的期望、恐惧、痛苦、过去和萦绕心头的事端，让心思安静下来，才能打开心灵的门。所以佛教要我们禅定，禅定就是放下，不要去想世俗的，专心念佛，专心数呼吸，乃至什么都不要想，回复到清净，安住，安住在你的丹田，安住在你的呼吸都可以，那这样你就会宁静致远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。但是各位，如果你有一个动机，这个动机是不圆满的啊，我是求健康，求发财，求知名度，求什么的，你去
打坐那就没有用啊。包括各位念经，念经就是念经，不能说以念经多少遍来交换什么功德，这样不好啊。念经就是念经，念经是以大乘的心态要回向给众生，这样可以。所以各位要得到一个佛教的智慧，那如果你不是以一个放下的心态有所求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智慧。就算你把《金刚经》背下来讲得很好，也没有智慧，听了不相应。就像唱歌，好听的歌怎么听都不腻，因为触动到我们的心嘛，那是感情的部分。但是佛性会触动到我们的智慧，佛性那个时候感受叫法喜禅悦。那所以你要得到这种感受，你就要放下啊，所以不分别。就像现在各位没有在吃东西，所以舌头对你来讲没有什么痛苦跟快乐，这个叫智慧啊。你没有分别，但是你有个欲望，我想要干嘛或排斥，对你来讲舌头会控制你的心态，你会因为不好吃而起心动念。所以要通往自由的路径，唯有放下所有的期望，也不用怕恐惧痛苦过去萦绕在心头的事端，不管别人对你多好，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你，你都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啊。一个人想不通了、啊、就会哭啊，甚至会报复啊，甚至会自杀、啊、因为他盘旋，我跟他在一起那么久，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，我的老板为什么要把我开除，为什么这样啊，这一点就不能超越。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说要把他们公司去告发排放废水，要去告发公司，因为他被开除了，他恨。后来他想一想说，这个是个报复的心态，我这样去做，那我就忍下来。我说对，聪明，当你保持正念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拿老板薪水的时候你不去告诉他是排放废水，为什么你开除的时候你要告他？你现在还是可以去做，写封信给老板，我虽然被你开除了，这是我的因缘，但是我知道我错了啊！但是我现在也想告诉老板，你现在这个排放废水对你将来不好，我只是衷心的跟你讲，我不会伤害你啊！感谢，那你还是尽力了，你告诉对方不要造，但对方可以选择他要不要听跟不听，这是我们要尊重他，因为这个世界排放废水的太多了啊！但是如果你为这个事情去举发对方啊，自损损他，对你没有帮助。所以各位要打开心灵之门叫智慧，首先你要放下，不执着啊，平静，所以叫戒定慧，定就是放下，让心能够专心，然后你就看清楚。但是你要达到定，你要有戒律做基础，孝顺父母，遵守法律，不伤害众生，这是基本的。你没有受这个戒，那你不会开智慧。翻过来82页，一个人能否获得喜悦和快乐，取决于个人的心境如何。越能保持心灵宁静的人，就越能享受快乐和喜悦的生命。所以我从小就告诉我自己，专心就是天才。读书也好，做什么事情我都很专心，因为我要一心一意。虽然我那时候不知道那个是坏事，我去钓鱼那个是坏事，对不对？看着那个浮标，没有人比我看得还准的，那个时候是错的。那至少我习惯很认真，我不希望被任何一个事情影响啊。今天那边你的钱被抢了，但是你在做这个事情，你还是很专心，你要把这个事情跟这个事情隔开啊。如果说今天别人抢了你的钱，你先生有外遇，你心里就放很痛苦很痛苦，然后就吃不下饭，就会胃肠病啊，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要报复或者什么事情，那你那个时候念佛也没用，因为那个时候你要念佛，你就要把这个事情放下。现在在念佛，现在在读地藏经，你要专心在这边。当然有一种修行是错误的，这个人我堕胎，我念了几百部地藏经，我就是超度他。我说你这样念力量太少，念地藏经的时候就要专心念，念完回向可以。一开始因为我有堕胎，所以我有惭愧心来诵地藏经，但是诵的时候要保持空性，融入于地藏菩萨，最后哇，这个这么样的功德来回向，那样有用。你不能用一个烦恼心来诵地藏经，一个担心来拜佛啊，那你拜佛拜佛啊，我儿子没回来，我替你拜，替你拜，我儿子哪会没回来，你在拜你儿子，你哪会拜佛
这样你得不到佛教的智慧。所以各位，这个一定要抓住啊！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解释这个事情，但是各位一定要，这个事情我们是，我先生得癌症很痛苦，所以我升起一个对因果的了解，我要向替他忏悔，能够再升起大悲心，所有众生也在很多癌症很痛苦，好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以这个相信因果的心态大悲心，所以我现在很认真的来拜地藏宝忏啊，三昧宝忏啊，念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对了。那最后你念到很清净很慈悲，哦，再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要回向的对象或一切众生啊，那要如此，那你就能够享受快乐喜悦的生命，那你就不会累，念佛不会累，拜佛不会累，诵经不会累，没无所得的，那是尽力去做，不然你有所求了，不管你在做什么，你都会累啊！你要得到一个报偿，你要得到一个别人对你好，所以各位以后你煮晚餐煮得很丰富，老公没回来，太好了，今天做烟供，那去吧，布施众生不是很好吗？啊，因为煮得这么好吃，拿来上供下施，我自己也吃一点，那就代表你不受影响。但是你有所求的，我煮这么好吃，你不回来，你跟我细等来，好拜拜，住我的家。那你自己苦，对方也苦，吃你这顿饭，保证拉肚子。啊，因为你有一个负面的念头，你不回来，我就要给你安怎？这个不能吃的，这个、吃着拉肚子的。啊，好，83页。对任何人、任何动物布施慈爱的心，会滋润你的心灵，带给你许多能量。修习慈心和与人为善非常重要，我们应努力的去培养这种品德。请注意，我发觉现在有很多人，包括出家人，他不会做坏事，但是他没有在培养这种慈悲心的心灵跟功德力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故意无所求的布施给蚂蚁，布施水。我一直引导各位做烟供，是24小时你都可以做，很简单啊。开车也可以做，开车我们做洒水，一点点米，所以我在车上很少睡觉，一有机会洒水就洒水，一有机会洒米，我先看看后面我多半有刚养个贵宾啊，所以我都会注意，所以我都注意，我都故意要摆一个镜子后照镜啊。但是我时时刻刻要跟每一个地方讲，而且我要布施出去的时候，把昨天前天所有功德嗡啊吽，然后在车上没有洒的时候，各种加持米水的咒语都念完了，再加上这些功德都要去洒啊。那你对当地的人事物蚂蚁鸟都有帮助啊，有情无情都有帮助啊。你要一直去培养这种布施的心态，对人对动物对有形无形，自然你内心很丰富很宁静，很有力量，这个叫愿波罗蜜、力波罗蜜。你没有这种方便啊，方便波罗蜜、愿波罗蜜、力波罗蜜，不可能开发佛陀的智波罗蜜智慧。那我们像写得很白话，所以你的心会很柔软啊，很有智慧，很有悲心，然后你这个能量就像你很有电，别人呢就会被你电到哦，你有能量可以加持。所以修习慈心跟与人为善非常重要，各位要努力，一天规定自己念做108次的善事，好不好？多少钱？一天做108件的善事，好不好？你记住啊，好好不做会拉肚子，这叫三昧耶解。为什么修密乘叫三昧耶解？你功后力都还可以走，你就要努力，因为有些人呢。你看话一直要走啊，不然他就在蒙当蒙塞度孤困一个开杠一个浪费生命啊！所以各位你要培养悲心，真的要故意去做，故意去慈悲，长养慈悲啊！所以我想在这一点，像我有时候不太方便，各位比较方便，因为对女生我不能长养慈悲啊，因为有慈悲就会变情，了解，这不行啊！我是看状况的，但是对不会有副作用的我一定很努力，对有副作用的我不敢啊，因为人是凡夫啊。所以我在医院里面我就故意找地位置坐，我要为整个医院念，为家属念，为医生念，然后由医及一切世界上大家都在生病，动物也会生病，那为这个人念，那人家跟我打招呼啊，动机好的可以，如果动机一有一点问题，甚至因为认识才跟我拍照了，
那我也会很简单的这样就好，因为我不想要再看拖下去，了解吗？道人无亲，佛法无情，不能把这个变成一种感情。所以我很多出家弟子都是很好心，好心那么被人给捆了，还俗了，还俗走了走，我都跟他们劝过，帮助对方可以，但是不能你忘了你自己的本分。你跟对方谈谈谈得来，然后就你好我好，那就不行了。对方会执着你，因为你帮助对方，对方很感恩你，给你红包感恩你，然后一下就变执着你。老狼嘛，可以爱着笑脸的，你了解吗？啊，所以我那些徒弟一出去，因老婆都打电话疏忽，我囝十六岁，因女朋友35岁，佮你也姓董，你才知。我话讲，那一个鬼啊，无你佮看电话，我跟你讲。个包红包给因，就把扣因家亲了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工作能力。那这些女性徒，反正有个伴也好嘛，对不对？三不五时啊，寄10万给因，那囡仔都要气笑啊，10万啊，那没办法。所以我都有跟他们讲过，哎呀，这个世间无浊恶事，你要对他好，你要保持距离，这样就好了，不需要让对方知道你对他好。因为对方一知道你对他好，他心里空虚啊，跟他老公谈不来，跟你谈得来啊，对不对？老公干嘛？那你一下就掉入苦海，把对方给拉下去了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里面，所以有时候佛陀要叫我们对非人，因为没有感情。各位，你对鬼有感情不？你同学卖来找我，你讲完就好走啊。对不对？对狼你有感情，多看两眼，对不对？多讲两句话，师父拍个照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拍照站在我身边，我都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你看我多麻烦啊！那是没办法，所以有时候我当然只能说一直给他念，嗡嗡系列说哈，因为他这个念头啊，他这个念头不是正常的念头的时候。啊，它是一种正常的念头，一种对三宝的尊敬啊。那拍照那不一样，那感受的不一样，啊，它只是一种亲切感，那又不一样。那个亲切就会变成感情，所以我想各位要每一次去修故意的。当然，一般人对于喜欢的人事物，你会对他好一点。这个不是慈心，这个只是一种欢喜。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，这样就会变成爱情。所谓慈，是无所求的。你必须以舍慈悲喜舍，必须以无分别的冤亲平等的去愿对方快乐，这样叫修习慈心，乃至呢引导大家，也大家来做善事啊，无所求的，不是为了什么政治啊，为了什么知名度啊，啊，各位要努力培养这种品德。好，再念两句，特别下口啊，好不好啊？你头阿伯落山就好紧告处啊。啊，这个是标准版。起码我跟他们讲，卡扎捆的，卡扎起来，卖到不管三米半米。啊，你要去做烟供，我有套扎去走。啊，反正随缘呢，改变个生活习惯。84来，放逸和懈怠是我们修持时最大的障碍。好不容易升起出离心，于实修却一天拖过一天。到老时还在等明天再来修，直到死亡来临已后悔莫及啊！这一点很重要，出家在家都要放逸，就是说你的心去想不该想的，去看不该看的，叫放逸啊。懈怠是你不维持在出离心空性大悲心的状态啊，因为你明明知道心经讲的空性是什么啊，普门品讲的慈悲是什么，结果你没有去做。甚至很多人出家了，出家的没出离心太多了，啊，忙着世间的庙啊、钱啊、车子啊、朋友啊、会长啊，都在忙这个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出你做会长可以啊，但是是为了利益众生，而不是为了个人的。那这一点只有你心里最清楚了，啊，所以各位在这一点。那到底我们自己有没有出离心？因为你去沾到什么什么都会痛苦。我们难得各位已经来修行了，知道轮回苦啊，愿意受八万斋戒啊，甚至愿意慈悲啊。
那但是各位啊，保持这种状态叫实修。实修不是光在那边读经，读经是个助缘，打坐是个助缘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没有爱跟恨，没有执着，世间八法对你好对你不好，回谤你称赞你，你都能够放得下，因为你自己知道就好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在放生，人家会骂你回谤你；你在吃素，你朋友会批评你，你内心平静，你不能为了这个事情高兴或生气，称赞你也没用。你只知道说，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吃素，目的就是希望虽然放生很困难，但是希望哪一天他也能够了解因果。你要慢慢的有耐心的再回向给他，总有一天他愿意问你，愿意责骂你，那反而有机会跟他解释，没关系。但是如果你自己有分别，那就没办法。所以各位呢，死亡之前的死亡，各位要想说，我们已经得癌症了，你还在执着这个身体，你还在执着你的儿子，你还在执着你的事业，那那个时候眼睛快闭起来了，断气的时候，就会让你堕落轮回的啊！你根本往生不了极乐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太容易了，阿弥陀佛的他力太强了，问题是我们没有放下，没有出离心，你怎么往生呢？所以我经常去助念了，他已经往生了，我要拍他相片，跟他讲老半天啊！你要继续跟他说法，你要放下，不能执着儿女，不能执着身体，你要刚弯。我讲我现在四十岁就希望不刚弯，你要跟他继续说啊！一定要跟他说，你要放下。到底对方怎么回应？我的宝贝，你的在，边跟他讲，边跟他说法，一直跟他讲功德给他，带他去极乐世界。那个时候他要有善知识帮助他才行，但是如果没有善知识，大部分就是轮回。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做别人的善知识，二方面要随时提醒自己是如此，所以不能乱想，也不能不精进啊。懈怠就是忙那些不该忙的事情啊。你要起烦恼，要去起众为众生起烦恼，不要为自己的自尊起烦恼，那不是浪费时间啊！今天别人误会你、回谤你、伤害你，都笑笑，这个没关系。你为了这个事情在那边痛苦啊、烦恼啊，啊，那都是浪费时间。所以我讲，第一下艰苦，你规矩去给做念，我给卖去念你的艰苦。趁着有力气，多念几句话。刚才讲回去嘛，这下乖乖，我给讲两句，其实我比你较紧，我早就准备来找啊。我最好现在就坐飞机回台北，对不对？啊。那是难得，这个是功德嘛，我要为尽力啊。台南的医生还在等我呢，师傅进来给我看，还要给我检查这样，因为我还要出国啊。但是我都是这样四面楚歌，但是现在我要尽力啊。但是各位内心要保持很平静啊，希望对方得到一个正确的解脱的心态啊。所以各位，往生极乐世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安逸把好车砸爆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驾驶在路边有问题不？没问题。被毁容有没有问题？没要紧，正好念佛。你要问问你自己，比如这不行，我动不掉，特别做老母的动不掉，他爱他的儿子女儿，爱他动不掉，爱他心肝疼，那你怎么往生呢？所以各位，你这样问清楚。所以那怎么办？那你要去思维它的变化无常，这个叫精进。你不要说啊，没啦没啦没发心啊，都一天发心没安怎，因为你没有去思维过啊，你还继续在执着它，就是想要抓住它，这个就是一种放逸，这种就是一种懈怠。因为明明你学佛了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有受皆苦，你这真的要去实修众生的苦变成一种悲心。佛法就对自己有出离心，对众生有大悲心，用佛法来对自己跟对众生，要保持正念。最后一句85页来，如果把人生的过程比喻成一条路的话，佛陀的教导就好像是一张地图，指引了到达安全幸福的彼岸方向，关键就在于我们要不要去依法精进修持。对，依法精进修持，不是依你的想法，依佛法。还没结婚呢，千万记住，卖给婚了啊！老公已经外面有女人了，太好了，你精进吧，能够给他找第二个。
我感情空虚，我给他切切来倒啊，精神外遇，所以经常有一些女生故意打简讯给我，师父，我正在办离婚呢，你给他讲要怎样？看我跟他联络的我也知道、我也没办法，那给传一张相片来，不错的相片来啊，现在没办法，有网络你就必须接触，但是我要保持正念，给予慈悲。但我知道说，你看贪心，女人比男人贪心啊，她就是想要得到一个认同，得到一个朋友，得到一个依赖，那这个东西没有在修行。那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，那地图都跟我们说了，要怎样走到解脱，要怎样幸福，都跟我们说了啊，有执着就有艰苦，苦集灭道。所以呢，你要将这个无明贪爱业障给断除，啊，你就解脱，啊，你就好好啊去修行戒定慧八正道六度波罗蜜。所以我想各位呢，现在很多人跟我说，海涛法师，啊，你现在台湾时间愈来愈久，我有话讲到无话啊，我已经都讲完了，我规天跟你讲到久要从啥？再来就是执着，没有意义。了解吗？啊，所以我现在都有计划，我派姑姑啊，回来台湾一遍，都莫修，大家都要讲啊 ，keep 一面。我讲完说赞勇是共，讲完赞言是共，讲完变变粉丝搞什么艺术？啊，变那种执着，该讲的都讲完了，该看的经也要去看。我其实上我随时都准备死亡，所以我所有的东西我都留下来。我跟他们讲，你就看我这个就好了。因为我已经留下来了，我这个已经发了几百遍了，戒杀放生心灵眼我都发了几百遍了，各位要去实修啊，你不能依靠师父，你来我们家说，你不来过面了，你不要靠我啊，修行解脱靠你自己了啊，我们已经代表佛法，而且我们把好的佛法、正确的、慈悲平等的佛法告诉各位了。小乘、大乘、密乘，能讲完吗？我这边有什么？啊，连道教的神那么尊重啊，你弄火化行啊，各位你都得到了。请问你现在在追求什么？念门哥哥，你现在要追求什么？道理拢了解啊，你别去走嘛，去走我都无法度啊。这个佛陀说，我只是老师，我没办法帮你修行，对不对？解脱自己，成佛靠自己，你不想改变你自己，佛菩萨睡在你旁边也没有用啊。所以我想各位要做善知识时提醒对方啊，但是呢灯要点燃，对方要是个灯才有用啊啊，如果你不是灯的本质，我怎么点火也不会起燃啊。所以自己是什么根器啊，太好了，众生皆有佛性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点燃。那佛性是什么？菩提心是佛性，大悲心是佛性，空性是佛性，你去实践就好了。啊，你不喜欢看经典，但是你去实践也很好。啊，那你可以听啊，至少道理了解了。所以各位，我想一句话就是一部经啊，这么话这么短，白话的，就是一部经典，那你要不要按照这样去做，这样就好了。按照去做，你可以达到解脱道乃至菩萨道，走入正道，不要走入邪道、八正道、中道。所以那佛教有深有浅，你喜欢看深的可以，你喜欢看浅的可以，问题是不要光看，在那边批评比较，楞严经好，华严经好，我喜欢那个经，你喜欢的跟你没关系啊！你要不要去实践这部经，你要看一遍，你就要用生命去实践，而不是在喜欢这部经，不喜欢那部经，对你自己没有帮助啊！不是你喜欢念哪一个咒，而是众生念咒是为众生的，是众生需要哪一个法门、哪一个咒，你就为他好。但是话要讲回来，各位不要有个性，不要有习性啊！如果你要帮助众生，你还有你自己的烦恼，你烦恼都很多了，你还度众生？所以有些菩萨来找我，跟我讲一些烦恼。哎，菩萨，你每天在讲做念，你个烦恼还多，我这下代志大条啊！啊，你那个孤魂野鬼破地狱，你都要度，你自己烦恼那么多，你还度他？啊，那为什么会烦恼？这种事情在佛陀心里就没事，在你心里就有事，那你去想想差在哪里？同样发生这个事情，
为什么佛陀在他心里面没事？佛陀家族全部要被杀掉的时候，他还是出面去阻止，但是他。